穿心中拳套路是咏春白鹤拳最基本的功法套路，有不同的重点功法练习，是循序渐进的过程，因此俗称五大门面之一。穿心中拳套路除含有其他四个套路的身形步行架势外， 增加了左右45度大小门、开步走闪步行的练习，以及勾拳雷从地发后蹬腿的练习，着重于中盘的上下攻防，剑掌直拳，勾摘沉扣，切叉顶坠，转腕沉截，拧腰筛腹的训练，对动作协调、整体腰力的发放， 两脚并拢，身体直立，两手自然下垂于两腿外侧，左脚 向前迈出一步，右脚随即跟进，以脚尖虚点地面，左手成立掌，右手抱成拳，掌心往前面顶出，在左臂向前向右推出。脚上的动作为白鹤击脚，手上的动作为将军挂印，两眼平视。 这是咏金白鹤拳请拳起势的动作。
随即右脚后退，敞开立步，两手成掌，然后爪窝成爪，内收至两臂前，接着外旋向下按压，使用螺旋劲，长半月沉江，两眼平视。长上式步行练，两爪长变成掌，里收向上托出，长孩儿捧花，眼朝前平视，长上式，两掌外旋，经过沉腕做结，下沉长双指朝阳，掩饰前方。两掌从右向左侧方交叉离胸前，使两掌背向下，两掌心分别向外、左内、右外向下沉按，长观音叠坐，目视前方。左脚向左大门侧方45度开出一步，随即右脚跟进长，两手向左做青龙出水的动作，这叫左大门。步行不变，左掌向右从右前臂下方挑出，左右手里旋内收，至于右前方
然后两手经过转腕做结，长双指朝阳。承上势，步行不变，然后左掌内收向前，鹰标掌标出，右掌背外旋，收于腰际，左右两下，长将军出现。右掌外旋收入，左掌向前推出，置于胸前，两掌掌心朝上，然后经过转腕做结，长双指朝阳，目视前方。两掌弓臂分别外旋，使两掌背向下用力，从前方向下向前向后岔出，长白鹤冲天。两掌外旋向外伸出，然后里收，长双指朝阳式，再回收至腹前，向前弹出，长朝阳散弹，目视前方。右脚向右，右脚向右，侧方45度，这是转身90度。两手同时做左右青龙出水，目视右斜前方。步行不变，从右小门的方向左右手穿掌，从左前臂下方穿出，同时左手横摆向前做弧形运动，使两掌心斜朝上，然后经过沉腕做结，长双指朝阳，目视前方。步行不变，右掌外旋成鹰标手，左掌外旋成使掌心朝上，左掌向前标出，然后外旋里收，左掌外旋标出，右左先后两下，长将军出现。
步行不便，左掌外旋里收，右掌由右后向前推出，使两掌心朝上，然后经过缠腕作结，长双指朝阳，目视前方。两双指朝阳手分别外旋，里收，从里向上向前冲出，使两掌背斜向背，长白鹤冲天。两掌心继续向前向上穿出，然后经过外旋收入，置于腹前，以两掌根为地点向前弹出，长朝阳反弹，目视前方。左脚归中进一步，随即右脚跟进，长步丁步巴马，两掌左内右外做蝴蝶双飞，使两掌心朝上，目视前方。长上式步行不变，两掌心朝内，是在胸前交交叉，右外左内分别向下沿弧拨出，长拨水求鱼，目视前方。两鹤头掌稍微向上，指尖向上挑，腕力下沉里收，然后向前，以鹤头掌向前顶出，做白鹤伸进，也叫千斤春出，目视前方。两鹤头掌里收外旋，然后内旋，成为双指朝阳，目视前方。左掌外旋，使掌心向下，右掌竖掌以尺骨侧为力点，两手同时向右横切，
左手掌心向上，右手掌心朝前，然后左掌外旋，使掌心朝前，掌指朝上，做右掌掌心外旋，使掌心朝上，以掌腕为力点，向左横切，然后右掌经过缠腕的动作，缠腕呈双指朝阳，